面试技巧之16，海姆立克急救法。呼吸道堵塞时，患者无法呼吸，用此方法可将异物排出。你都有哪些特长啊？我刚考过了雅思，除此之外呢，还自学了日语跟法语，篮球打得也不错。别做梦了，面试靠技巧，哪有这么巧？面试的关键就是良好的第一印象，选面试装备来海澜之家。